观众朋友们，上集我们在台上进行了推波弓的球感练习，学习了被视为乒乓球生命的基本步伐，跳步、并步、滑步和交叉步，以及直板、横板的正反手、平击发、斜线球。下面我们将继续学习直板、横板的正反手、平击发、直线球。另外，我们还将学习近台快攻打法类型中的必备技术，近台正手位攻球和近台侧身位攻球。同学们，平击发球不仅能发斜线球，也能够发直线球。发直线球的用力方法要多向前用力。下面请看我做一下正反手发直线平击球的示范。在右手持拍的情况下，正手平击发直线球时，左脚稍前，右脚稍后，向身体的右后方引拍。当抛起的球回落到比球网稍高时，向左前上方挥拍迎球，击球的中上部，用力方向以向前发力为主。直板反手平击发直线球时，右脚稍前，左脚稍后，向身体的左后侧方引拍，击球时间、击球部位与正手发球基本相同，用力方向也要以向前发力为主。好，请同学们练习一下。好，反手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反手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反手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反手。好，横板同学上来试一下。好，反手。抱好球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反手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反手。
好。同学们，现在我们学习乒乓球的基本站位姿势和重心移动，请先看我做示范。重心移动的要领是，重心由右脚移向左脚时，右脚内扣，左脚外旋，腰髋配合转动。当重心由左脚移向右脚时，左脚内扣，右脚外旋，同样的要配合腰髋的转动。好，同学们跟我做徒手练习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。原地步伐和重心移动的辅助练习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一定要学习掌握好重心移动，这样我们才能在学习攻球时有效地配合腰腿力量发力击球。二，一，二，一，二，一，停。同学们，现在我们学习正手攻球技术。好，现在请同学们看我先做一下示范。直板正手攻球的动作要领是，左脚稍前，右脚稍后，身体离台约50厘米，手臂自然放松，保持一定弯度，不要小于90度，大于120度。拍面稍前倾，随着身体重心向右移动，手臂向身体右后侧方引拍，在来球跳到高点期时，手臂迅速向左前上方挥动，击球的中上部，同时身体重心由右脚移至左脚，击完球后迅速还原，准备下一板击球。好，先请直板同学练习一下。这个攻的时候要注意球板板面不要太低，给它稍微扬起点的，80度，对，对，稍微扬起一点的，对，这样有力量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停一下，停一下。直板正手攻球，这个胳膊肘别夹得太紧，一定要给它形成一个半圆形，这样挥动。这个胳膊肘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再体会一下。对，半圆形转动，对，好的，好的。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好，稍停一下，手腕别太往后摆，这个手指头稍微给它加上一点劲儿，然后成半横状，别不要这样的半横状，往前回，对，好，好，下一个，好，同学们，横板正手对攻的动作要领与直板的基本一致，下面我来做示范。横板正手攻球的动作要领与直板正手攻球的动作要领基本相同，一定要注意拍面稍前倾，在来球高点期击球的中上部。好，下面横板同学上台进行练习，张哲同学来。停下，大家看
正侧同学的拍击过于前倾，这样摩擦力就过大，影响击球的力量。板型稍微调节一下，稍微立起来一点，这样好一些了。好，康丽同学，好，停一下。同学看，康丽同学的问题在肘部，后引的幅度不够，这样肘部在前面影响他的发力，稍微拉开一些。好，好，徐徐同学，下面介绍击球时间。球在本方球台弹起之后，在落地之前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， A 至 B 为上升前期， B 至 C 为上升后期， C 为高点期， C 至 D 为下降前期， D 到落地为下降后期。我们依据打法与技术的要求不同，可以在任意时期回击来球。同学们，下面我们学习一下正手侧身斜线攻球。正手侧身斜线攻球的基本要点是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身体保持侧向位置，把身体让开，手臂向前发力为主。下面我先做一下示范。直板近台正手侧身攻球，一定要注意身体的侧向位置和发力方向，拍面稍前倾，在来球高点期击球的中上部。好，请直板同学练习一下。下一个，好，下一个，好，不错啊，下一个，我给同学们做横板正手侧身斜线攻球的示范。横板近台正手侧身攻球与直板基本相同，一定要注意站位和发力方向。下面请横板同学上来练习。好，康丽。好，停。继续。
同学们，下面我们学习一下正手直线攻球。正手直线攻球的基本要领是两脚前后站立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身体基本保持侧向，击球过程中手臂以向前发力为主。好，我给同学们进行一下示范。好，直板同学先练习一下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下一个。向前发力，对，好的，向前发力，对，对，对，好的，下一个。好，下面我给同学们做横板正手直线攻球的示范。好，横板同学上来练习一下。好，换一下。好，换一下。好，下面我们观摩一下优秀运动员正手攻斜线和攻直线的实战应用。斜线球和直线球的运用都是为了调动对手争取主动，用侧身斜线进攻对手的反手位。当对手已经移位至其左半台，突然改攻直线，突袭对手的右方半台空当，使对手猝不及防，被动失误。当与对手对攻右方斜线时，突然改攻直线，突袭对手的反手空当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逢斜变直，逢直变斜。因此我们不仅要练好正手攻斜线球，同样要练好攻直线球。观众朋友们，本集我们学习了直板横板的正手反手平击发直线球、原地步伐、重心移动以及近台正手位攻球和近台侧身位攻球。其中正手攻球是乒乓球中最基础的技术，也是最主要的技术，我们一定要多加练习。下集我们将在近台正手攻球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中台正手攻球，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。